Everybody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xon。喂，最近呢，就很多人敲门问我为什么没有拍 prank， 然后问我几时要拍 prank。你们这些坏人啊，每次要害我被骂。看我最近的视频，我都没有拍 prank 啊。我回忆过去啊，我拍一些很有素质的影片啊，然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，所以没有错，今天 Dixon 没有要拍 prank。OK 啦，今天就是要拍 prank 没有错。然后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呢？等，咪咪，为什么今天要准备你呢？其实话说回来了，就是距离我上一次 prank 还已经是不懂几个月前了啦，可能半年前。有可能我不知道，总之就是很久了啦。今天当然要给他当这个主角，对不对？其实上一个星期咧，我就已经在筹备这整件事情了。也就是讲，我假扮那个厂商，然后我就跟 Benny 讲，有一个厂商找我，然后要透过我这边，然后要找你接一个业配这样。我就为了要吸引 Benny 呢，我就跟他讲啊，厂商那一边会给很多钱，然后你们也知道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是万能的，可是不是多透的。OK， 我知道不好笑，不用紧。OK， 我讲到哪里啊？就是有一个厂商要找 Benny， 然后给他一个很高的一个价钱，问他要不要拍一个业配。可是我还没有跟他讲是什么业配啦，因为我当时也是在想这 idea， 然后终于在拉扎大给我找到这个 idea 了。没有错，就是他啦 ，cosplay， 看不到的喂 ，OK， 就是 cosplay Pink Panther， 然后还要穿上这个 cosplay， 然后去我下面的那个我们公寓嘛，下面有那个游泳池啊，有那个公园啊，还要在那边跳上 Pink Panther 的舞。今天就是要这样做高哈，而且没有夜店情人，我不懂他看了这个影片会不会屌告我啊 ？OK， 然后 Benny 呢就什么都不知道啦，到现在为止。然后我等一下要拿这个东西，然后去他房间就问他要不要接这个业配，我已经帮他谈好了。然后价钱是我特地开很高啦，我跟他讲应该是30,000马币。然后我觉得是我会接啦。然后就看他会不会为了这个30,000放弃他的尊严，然后就接了这个非常他的 cosplay 跳舞的这个 video。OK，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立刻去找他。哎，你的厂商寄东西来给你。什么？这个什么？那时候我不是给你谈一个广告？我们经纪先才讲。谈广告，怎么嘞？这个 ，OK， 那时我跟你谈一个广告嘛，一个业配嘛，可是你不懂那业配是什么嘛，然后那个厂商已经 confirm 了，然后就寄了这个东西了，然后还要你 cosplay， 然后跳那个 Pink Panther 的，庆祝那个 Pink Panther 70周年。你先不要笑先，有那厂商给你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三万马币。然后扮演这个，只需要跳一个舞吧，大概不到一分钟吧。哦，然后你有那拼扁豆的舞是很短吧了？我没有出来，我那有错，我帮你谈吧。哦，三万呢，小伟。三万，你等什么？赶快来有啊！放弃他的尊严。你要今天拍电话？先拍啊！这样等一下我们去那个七楼的网球场那边拍哦。是的没？那边没有人嘛，不用拍谁的。和什么？他给。不懂哎，看下是嘞。OK 啊，我觉得很合适呢，刚刚好。你要并着那个什么网球哎喂。三万可以哦。OK 啦，现在 MCO 我们都没有工作是不是？那有业配可以找我。做掉啊。是这样吗 ？Oh my god！ 哎，真的很配耶你。OK， 可以哦，可以哦。然后你要跳舞啊？你试一下先，那个舞啊，他还要你自己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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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尴尬嘛，很尴尬。不过景真的是很配你啊，这个、啊、这个妆。OK 哦，走 ，Let's go， 我们直接去拍掉他算了。真的没？真的、啊。今天拍掉他，哎，你就有3万拿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. Let's go 你这样就没有人认到你了。是啊，这样就 OK。我们现在都很 safe 啦，就是都戴口罩，是不是？嗯。就算在自己的家也好，还是要注重安全。对，因为今天太孤立了，确实。今天确诊人数到底是多少呢？多少？今天确诊人数？啊，hari ini aku nak sebutkan, ialah 11,000 case. Oh yo, banyak ni. Banyak. Apa hal banyak? Sebab rakyat Malaysia semua suka berlayar-berlayar. Jalan-jalan tetap pergi mana? Kilang sana nak tutup. Kilang. Semua duduk rumah saja. Jangan lari sini, lari sana. Let's go.我们到了，我们去了。帅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啊。不错啊，他要你在三个不同的场景，然后跳。跳。我今天屁股僵了。姐姐，你进去先。OK， 我帮你接一下。这可以接不？哦，可以。啊 ，OK。OK， 你，我们要拍一个厂商要求，就是他要剪接嘛。啊。然后还要一个这样的，然后一个。没有戴头套的。OK。Are you ready? OK。你要唱哦，你要唱歌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、二、三。对，现在 Benny 在看那个跳舞的 video 啦。那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做他，就是我今天有带来一个东西，我要帮他，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勾东西在他脸上。Let's go。哎 ，Benny， 现在我们要换。那个场景啊，你学好了吗？那个跳舞，我刚才不是去看了。OK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东西？我帮你看一下。有点急。我们换那个那个哪里啊？那个公园那边咯。啊。会累吗？哎呦，我觉得值得啦。值得啦。30,000呢，喂。30,000呢。吃饱了。吃饱了。是吧？你今天很早起来？你今天很早起来？11点多。11点多、啊？嗯。所以你昨天很早睡啊？昨天 OK 啊。哎，有人哦。他笑你。有你。他笑你。他笑我们两个。OK， 可以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搞定啊。认真一点，70周年啊，30,000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到了4楼的停车场了，然后要拍摄最后一部拼拼得的70周年的宣传影片。拼拼得这样瘦，我这样肥。哪里有？偏偏的老了就会变肥了。OK， 我们在这里了，这里拍掉它就算了。打了 ，Action， 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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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。哒哒哒。等一下，有人，快点，有人要戴口罩，快点，我们要戴口罩，快点，这样子。Hello。够尴尬，还有人跟着我们跳舞。OK， 等一下先。啊，你要坐在这边。
我有点东西要跟你讲。OK， 因为我今天有顺便拍 vlog 啊，然后想跟你讲两个消息。有一个好的，一个坏的，你要听哪一个先？听好的先。我们听好的先啊。好的是，你已经完成这份工作了，30000，过30000你就收到了。OK。因为他要的就是这样简单嘛。OK。然后加上那个被告送。OK。然后打上那个宣传影片就搞定了。OK。然后你知道坏的消息是什么？什么？很遗憾的，坏的消息就是，其实拍摄这一部影片是我自导自演，然后厂商也是我自己，然后是没有准备。